前其实就想要复耕了，水郡不通啊。现在行政院农委会、林务局、水保局、农改厂、农粮署被他们关注，才知道农业的技术不简单，就是努力的去学习，把水梯田复育，维护大自然这样。好了，那我们就先做那个前锋，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要回来这样。我是新北市人，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部落，就来帮忙嘛，也很喜欢这边，有山有海，乡下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要自己去创造。我们会很想要去推广不要再撒农药这件事情，如果可以让我们的环境自然生长，然后平常就是看看草，可以让很多的物种回来，可以维护到我们的海洋，我们的生态。原本的部落的生活模式就是跟离山离海建成很类似的，但是最理想的就是要有一个产业出来啊，啊，农业就是我们的产业啊，最终目的就是吸引我们在外面的年轻人回到部落里面。我没有走，是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没有了，还要拍吗？还在拍吗？花蓮県豊品郷新社村、台湾と海岸山脈の東側に位置し、太平洋と隣り合っており、年間降雨量はおよそ2900mm、 1年のうち半年は雨が降っています。豊かな雨水が森林に流れ込み、渓流を形作ります。花蓮系、曝露関係、力微単系がそれぞれ海岸山脈を下り、中流の復興集落で集まり、下流の新社集落を経た後、太平洋に到達します。大量の動植物が長年この水脈で生息してきました。19世紀末、北方から移転してきたクバラン族がこの豊かな環境を気に入り定住したことで、新社集落が生まれました。後に海岸山脈の西側から豊かな水源を求めて阿弥族が移り住んできたことで、復興集落が生まれました。人々はここで採集、農耕、狩猟の自給自足生活を営み、対11線道路が開通するまで若者は都市に出て働いていました。加えて土石流の脅威もあり、かつてにぎわった新社村も過疎が進んでいました。集落に残った高齢者に田畑を切り盛りする力はなく、中高と荒廃が進んでいました。人と自然が共生する祖先の知恵と文化、そして言語が失われつつあります。若者に帰ってきてほしい集落でも、若者が帰ってきて何をするのでしょう。你们知道通常吗？除了他可以做高级纸张以外啊，如果受伤了就用他的那个毛来止血，这是阿公阿嬷他们的智慧啊，又可以卖又可以吃，老人家的话都要去记，吃看看。直接这样吃吗？对啊，如果很怕的话吃一小口。没有麻醉，开玩笑，没有麻醉，痛死。好像菜心。来啊，走。早期啊，就是把它煮水喝治肝病，肝不好的可以拿来煮水喝。看，这是猴子采下来的哦，他们可能要吃那个果子。巡山啊，看保护的那个珍贵树种有没有受到破坏，有没有是外地人到部落来打猎做这个守护森林的这一块。还有溪流，因为封闭乡是水源地在我们部落，我们也要去维护部落的溪。之前就有了自主性，那是因为我为了要留住年轻人，想说哎，公部门有这样子的计划，所以我就申请啊，因为他们也要过现实的生活。我是光复乡太巴朗的族人，我只是部落的媳妇，住花莲，来复兴部落要一个小时的路程，每天花莲封兵来回。刚开始就我一个年轻跟我先生，可是我先生也要工作，我想说哇，我这样怎么帮着聊部落做事情，
这样子过了大概第五年，我们部落唯一的青年就回来了，黄淑珍哦，感谢他回来。那时候他只是回来照顾他的母亲，后来他说：“慧芬，我可以帮你。”哇，真的天使，我就看到光环在他的头上，我们就一起推。小花等于是部落的孙女了，从都市来，很勤劳呢，真的啊，都没有薪水，不好意思，她竟然还愿意留在部落协助帮忙。我们给小花的真的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爱而已。阿公阿嬷真的很爱她，我们也很爱她。沿着墙壁牵那个管线啊，对，这边要清一些障碍物啊。因为我们就种一期而已，就上半年有固而已啊，下半年之后收割之后不需要水了，然后就没有固这边的那个草。种四年了，差不多，很累。你是很开心啊？就是想做我妈妈以前做的事情，这样。我妈妈从以前她很喜欢种稻子，她觉得种稻对她来讲可以让她解压。前几年她往生，就留那一块八个傻瓜那个农作区那个地方给我们，然后不要让那个土地荒废，这是一开始的想法。从观念改过来之后，我就觉得是在保护环境，没有什么农药，没有什么肥料。从那时候我们就已经要开始就是全部都用有机栽种了啦。我们为什么叫傻瓜？就是那时候我们其实都在上班，除了我弟媳是在部落之外，她带小朋友之外，我们其他像她老公就我弟弟，然后那我老公和洋葱就是利用假日农夫，就假日开始打田啊整理，老人家就觉得我们很好笑，因为我们没有人种过田，除了我老公。那后来开始慢慢在做了之后，就发现哎，问题真的很多，慢慢做就慢慢克服啊，产出其实不多。真的不多，绝对是入不敷出。但是后来呢，国祥也加进来了，就是我们的营收就会开始变成我们的考虑之一，必须要有一些费用要支给他，他也要生活。在种田最希望的那个目的，就是会是希望就是让大家一起温饱，都能够开始种植我们的环境，因为环境真的很重要。水保局花莲分局来共同召集的会议，我们一起来谈谈看，从我们山上的复兴五岳部落到海边河马兰的西社部落，它未来怎么样去朝向里山，然后生态农业的发展，要维护我们在座非常多人关心的生物多样性的议题，一定是要跟我们的文化多样性的结合，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要有人，然后它有经济维生的基础。深入到社区跟部落，就会发现他们面临非常多的那个问题，也有很多愿景想法，希望知道可以怎么样来做。这个平台就是一个崭新的开始。2010年、里山イニシアチブが台湾に導入された後、政府と民間から歓迎を受けました。農村の自給自足能力の増進を通じて農業生産地を存分に活用し、地元の経済と社会、生態の永続的発展の目標を推進できるよう願っています。人と自然の調和と共存の理念は、高度に開発された台湾においていくつかの地方と農村の貴重な状態が保たれようとしています。同じ集水湖の中に森林、渓流、集落と海洋が共存する復興集落と新社集落はまさにその一つです。2016年の暮れからカレンの国立東華大学の定義のもと、政府部門と民間の21の団体が組織した部門やコミュニティ、専業の枠組みを超えて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共同運営し、共に集落を支え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これは台湾でも珍しい政府と民間の試みで、2つの集落にとってこれまでなかった関心とチャンス、そしてプレッシャーとなりました。
今天我们这件工程是新社村布先部落目的之地的这件工程，这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接水，把原来已经断掉的水路接续起来。阿公阿妈就会问我在做什么，这样我都是说啊，他们要帮我们啊，我们要好好的就是上代土地啊。其实那时候压力好大，公部门一起来的时候会说我帮你做什么，这么多资源我能受承受得住吗？我曾经瘫痪在我自己的床上，我说这个平台会应该是好的，怎么会变这样子的。后来李光中老师跟我谈，建者现在是有人在旁边扶着你，当然要手要伸出来好好的去利用，将来没有他们我们也要自己把自己做好，我才把那个心思还有一些我的那个可怕的想法就突然不见了，然后就哇天空开了，这样阿公阿妈就说好，我们一起加油，这样阿姨你把公我们拿一个面，阿姨他是没拿一个面喜欢他来这里工作，我也喜欢阿公阿妈呀，阿公呢？哎呀，是阿妈回来了。想说下一点雨，雨湿了就好了，结果下太大，太黏黏了。就买了一台那个播种机，在这里就完全不适合，我在这里会卡住。就边做边学啦，对啊，因为种黑豆也是我们还在学习的。好了，专家讲什么我们就试试看。我们其实刚开始种的时候是只有我那一小块，大概不到一分地。后来就花莲农改场推行那个有机农作，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可以试试看。然后后来隔壁呢，花钱请人家撒农药，跟他讲说可不可以就叫他不要撒农药，我们就帮他砍草就好了。阿妈就说也好啊，反正他也没有办法去耕种这样，所以我们就承租了，然后就一直慢慢慢慢的就扩大面积。虽然有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们田里面长了很多杂草。社区他们看到我们在想要做很多很多的保育，然后所以他们就很放心。请你们保佑我们，让我们的黑豆长得又高又壮，很多果实。完了，对，为什么要这样子？这样是表示尊敬主灵，一起分享。人也是比较多。这边有一分多地，小姐姐的，感谢她愿意借给我。所以那我们就先弄这边小部分的先种这边，如果说水圳弄好的时候慢慢再扩大这样。如果没有大电的话，那个水不会慢慢的，因为这个水慢慢的话很贵了，不过水呀、啊。
以后要种那个稻子呢，但要种那个稻子的根呢，只有脚湿掉了那个稻子，所以我要种这个。怎么了？阿发愿。哦，你要回来了。这个也对，这样种很多这样。阿公的那个叫什么呢？什么风琴？哦、手风琴。手风琴。来，希望大丰收。走了。大吉大利，发财郎。快而已，发财郎的。挡水，然后让它不要流下去，然后流到我们那边，不然会长草，草长太多会很痛苦啊，会在田间拔草。对啊，之前就是这样子啊，草长得比那个稻米还要高。下去看看。哦，为什么好重要呀？当年你把这个把你写给你啊做手机那时候是那时候没必要把我那你把它打做没事的那你要为什么没把它打做给呀你没有什么做做你可得这个好做把它打做吧你可没没那个问题把它做给他你这个把那个那个给他过这个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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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套上李山里海这个字眼的时候，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在做啊。小时候的生活就是没有什么农药，没有什么肥料的时候，打猎就有打猎的禁忌跟时间，去出海捕鱼也不会乱捕啊。那时候就觉得不太需要要有钱，可是东西就吃不完。但是像现在的话，可能整个海洋生态受到污染也会有影响，我们就这样想下去，那就发现那物种也变很少。我们每次都在吃海洋的东西，那可是我们都没有把土地弄好，打了很多农药，其实食物链这样下来的时候，受伤的还是我们自己啊。但是我知道在比我们早之前，五号舅舅他其实已经有开始试着友善耕作这件事情，然后他是我们这里的最大地主，现在看到半岛的那个几乎都是他在代耕。那你知道在做友善的时候，人力是一个很大的困扰，现在我们园区是两家，然后我们就见这么多人要需要去进驻，那何况是他。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新社半岛这个田区。现在我们这个田区除了我这里现在在耕田的是友善，隔壁那一边就是隔一个休耕地那一边是惯性的，所以我们这里也一直想要把整个半岛来做友善，可能下次你们来这里就是全部都是友善的土地。这就是我们在讲，这里新社村正在进行一个，看那个森林深，然后有溪流穿，然后经过那个部落聚落里，里也包括田哦，然后海，然后在地部落正在跟公部门，还有我们东华大学哦，了解这里大家的问题跟努力。我们这边这一面就是哪？阿嬷们全副武装哦。对呀。原住民，原住民。好了，好了，好了。一二三四五，这样。好几年没有栽秧了，差不多二十多年了，没有栽秧。
哎呀妈妈会几年多小心你来给说有什么感觉你忙说你说哎我不说你要给不说你妈妈爸爸你先干嘛妈妈谢谢哇，几乎一半的部落的那些阿公阿嬷，他们想要回味一下这样子，很怀念啊，就是用手工的，因为现在都是用机械嘛，好开心哦，感谢主，开心就好，就这样，好啦，乐。以防晒黑，够蜂蜜吧？很漂亮啊，好像眼珠子。哎，看到什么？都遮起来了，阿公，戴了就漂亮，专业了嘛。他们回到那个以前的感觉，感觉出来了。对，很快。这里的是那个呢，第四块而已，第四块的田。中间很多凹的都是他的居住，都没有其他防治的方法吗？有啊，他们说撒药啊，苦茶粕，但我觉得不要啦，因为撒了苦茶粕，其他蚯蚓啊会不会有影响？所以我们就还是不撒。一年一次海祭要捕回鱼，一定要奉顺啊，满载而归啊，祈福这个海龙王啊。我们是客家人的习俗是这样。哎，本来我家都开做三道大哈，然后那里一起没有个海湾，没有个老瓦干，然后第二三三轮那等于马里等于的。Kita ikat dia dari senyap, jawab nak senyap ni mending baik si. Anung ya senakai, anung ya tekan. Buk buk kau ikat haha. Ayah bawa, ayah bawa tu lah. Inang iba tawa, na nari lidak siak, na si pakan nak kita. Ya anung tamu si tak, si kau kau maka. Ay tay kaya bawa yao.多来人，太太太呀，哦哦，那不卡萨那来，阿那摩多那呀，塞达呀，哇。
힘아아는나오마아신사기아这个叫短哦，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大目飞鱼，透明色的，然后算是小型的飞鱼。流经我们这边海域来讲，有四种飞鱼。不出来了，爆仓啊！这个是帮忙拉船的部分，几个人在帮忙拉船，问题。太干了，糟糕！好多草了，你看，水就是不够水长。如果要等他们那个水圳，应该是都已经枯掉了。所以还好，阿公那边还有水。阿公说再去看那边有没有破裂的，那就好办了。你哦，那边好像有水跑出来了，去看。你不能掰坏吗？这样巧合了哈。哇，好棒哦，赞，厉害，先去看有没有水了。有比较干净了，德文部落，那待会就是会有我们部落的耆老来为大家解说。我今年是76岁，我先介绍我们德文哈，德文的由来。哎，谢谢观摩，看人家的那个解说员也都是阿公阿嬷，还要记录一下给部落的阿公阿嬷看，你们也可以，然后还带一个，是不是？你最厉害的部落亲，所以我们要加油，好，加油，很多人。不知道你的方向要往哪里走，所以这样就好了，你就知道你是从那里来的，你回头就可以知道。你看啊、哦、大卫这个夫妇，你这样导览解说几年了？5、6年、哦、怎么会想要做、因为德文的那个所有的很少人知道文化，对，历史没有人知道。 对、哦、有年轻人吗？你们有是有，都在练习，还在练习啊。对，哦，年轻人加油，年轻人，我们一起加油，开心。我们去年很多豆荚，但是都没有豆子，现在都还蛮多豆子的，哦，满了！哇，你看这边好多豆荚，加油！
真好惨。这样应该可以了吧？好，好来吃。有的人就在讲说，这个以前可以吃，所以我们就想说拿来试试看。也许可以试不一样的方法，减少它。是不是有机的？对啊。我们一公斤可以卖到一块钱。啊，可以多吃淡一点。这样可以哦。看我们有一天目标可以吃到之后，不会闻到那个什么腐臭的味道。不然外面吃还是会闻到坏掉腐臭的。要腐臭了，我都不敢来这边了。这些人会吃，会吃，干嘛跑跑去别的地方好了？我只是说你们哥们太厉害了。他，好配合。台湾牛。他冷掉了。想怎样？有鸡的，哦，又辣又小，你应该办这个话烤腐臭的大赛。好、哦。收割了嘛，就是田一直有动物出没的痕迹。阿公就是每天都会上来，然后放鞭炮，晚上十点，然后坐在那个田中间，然后一个小时，然后早上四点再来。所以我去甄选那个湿地艺术节，在梯田做一个水稻米的艺术装置，可以敲响，然后这个装置还可以顺便帮忙赶山猪，不是只是美而已这样。还有两个，一个在这边，一个在这边，你看，要固定了。对。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只是提出这个想法和概念，然后真正在做其实是大家一起做，就是部落的青年啊，然后阿公阿嬷也有协助我，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作品里面把自己放到最小，跟在地融合这样。复兴部落很棒，阿公阿嬷我爱你。都有在的吗？来，都有了，都有了。我们的工作告一个段落。Sako suami hana pakana na kumbato asay mi aray ko to pa ini tamo na pakalabi sa si hana aw anchila e mengarap kaupuham patok si hana to ba huy siya isi kaupuham siya wa huy sa su we omen si我自己杀吗？自己打猎的。爸爸杀。阿公阿嬷，谢谢你们这一次帮我很多，还提供我那个刚刚。哎呀，公公，对呀、啊，然后，哎，有到七月一号就来这里满一年了，还喜欢你们，爱你们哟。对呀、啊。马路来，马路来，马路来，给苏英娜。马路来，马路来，吉苏阿公与你抱头娃娃。哎，太感动了。对呀、啊，爸也哭了。我也很爱你们啊。可以念掉入三叔。阿妈说她也感动了。
两排是原生种，然后这个两排是那个台南三号，目前是做黑毛豆，然后后面再看看是要做黑豆的加工品，就跟有机米一样，哎呀，反正就是先起头嘛，然后总要先打通路啊，嗯，让大家知道其实在这个地方种的黑豆跟稻米其实是很棒的。爸爸又是食品加工厂，真是。像这个不好的，把它拿掉。大家知道吗？嗯。所以我们今天别人订购的，我们今天要赶快先出给人家。嗯。所以今天做完，然后要煮好冷冻，然后开始要再配给别人。这边不香。嗯，好吃。哈哈哈哈哈。我老公还说要用柴烧煮毛豆，我说下次吧，下次有空的时候我们再来柴烧。以前我们这边没有放瓦斯的时候，真的都用柴了。林务局在东海岸推动水基田湿地的富裕呢，从港口也延伸到往北的新社。希望它慢慢变成是一个带状，包含生产、生态跟生活的一个共融的这个发展，借由这些艺术家的创作来诉说在地的人跟土地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们举办了米巴六因互助而美好湿地环境艺术季这样的活动，还要邀请邓敦芳。这个是经过了一个月的辛苦。恭喜！那么现在我们叫小花来做一个解说一下。这件作品叫做 Just Bomb， 阿美族早期他们在找米的一种生活器具，这是改良过，希望配合你山唱，把人类生活方式也融入地景之中。一方面是也可以赶山猪，其实你们看得到里面真的是有山猪进去的痕迹。做到吊米，一个字累，真的累是累，但是就跟那个五号舅舅跟我们讲的，看值不值得这样子。但是到吊米是真的比一般的晒米还要好，还要好吃，全身酸痛，这大腿好酸。第一次手工割稻吗？谁？你呀、啊。对啊。感觉怎么样？啊？还好吧，就这样子而已啊。其实那个肌肉容谨慎。我们每一次都会有手工割稻，比较希望有一些传统的东西能够继续保留。顺便就是让其他的人有机会可以来参与啦，不然的话其实机器收割其实很快啊，可是就感觉不出那个人情味在，还是有差啦，嗯，所以今天文强，然后其他就一样傻瓜成员，然后就加一个我的老二子安。没有啊，这比你道具都还没绑哎。那我累那边用。有没有那种有没有机器呀、啊？用机器会比较快。你要来帮我们吗？好夜虫哎！昨天一堆虫，你逛一晚上，这大只的青蛙超可怕的。我没有看不到，怎么有个软软的东西？哇！那我们在干嘛？我说我摸青蛙。下班。下班。
开心，第一次护耕就这么多人来帮忙，阿公阿嬷也过来帮忙，连林务局、水保局跟农改场，因为我们有那个里山参议的平台会议，然后加上我们第一次务农嘛，然后现在他们三个单位辅导我们，就很开心啊。以后种大面积会不会还是有这么多人帮忙？哎，不晓得。共餐，每个礼拜二我们有共餐啊，就拿来大家一起享用。阿公有说拿去卖，我说我们吃都不够了，怎么可以拿去卖？我说以后啦，大一点的时候再拿去卖吧。大家先拿来享用第一次的耕作的成果，这样，好吃呢。哎，山猪吃剩下的稻米。哎，很开心，因为很多人帮忙，就阿公很开心啊，哦，大家都很辛苦了。哇，好开心啊！我们好辛苦，20年以前就是这个工作，20年以后的第一次就是现在。哇，很高兴啊！分一下那个无脊椎，无脊椎是一吧？你们三组好了，你们。这边其实外还有很多的珊瑚，五号舅舅他自己就发现，哎，珊瑚为什么都会变白？然后他还以为是新品种嘛，所以他常常在讲。在经过跟农改场他们讨论的时候，才知道那是珊瑚快死掉了。然后他协同国祥带大家去操作珊瑚礁监测的部分，他其实也是个大工程。部落土生土长，然后山海跟田都难不倒他。他可以很世界告诉我们部落从以前到现在的状况，我少了什么啊？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自己觉得啦，我们年轻人的头目吧。很舒服啊，太久没有下水，农忙啊。虽然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可是还是有体检的那个注意事项，会持续设计，可是还不成熟了，可能还要经过他们在教导的，要加油，要加油！八德红岸珊瑚礁体检，耶！珊瑚礁体检是林管处的经费，因为现在大家的观念都会觉得环境是一体的，海洋健康跟森林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但是这样前段思想，其实在我们当地的格马兰祖先从以前就是这样子。只是现在后代在实践出来，部落的舅舅们然后跟舅妈们那么支持我们这个珊瑚礁体检，让小朋友也知道，大人不是只有在喝酒，对不对？他们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很可乐。希望说我们部落就是继续支持这样子，谢谢大家。我们复兴部落的复兴节，水保局特地为我们准备的一个活动，谐音复兴节就父亲节，借着这个活动，外流的年轻人有回来，看到了我们是非常开心。米也让他们吃，等一下待会跟他们讲说，这个米是我们自己种的，第一期嘛，20年后第一期的米。大家看一下阿公的表演，当兵去。我们走了，开始走了。阿公表，阿公表。哇！啦啦啦！哇！啦啦啦啦！舒服，回到家的感觉，对。好棒，回来这个部落真的好棒，好棒。不错。外地的我们都亲。
新系的这边，就是很骄傲啊。对，我现在进祝爸爸节快乐，谢谢。小花她一直说这边很棒，跟我讲说约好说，今天一定要来这样。在这个一年当中，我觉得她成长很多，不会煮饭，现在也学会了。那个夏天以前很怕脏、怕水、怕湿，现在这些对她来讲都不是问题。那我觉得她真的长大了。好，那我就是希望说，你学到你想要的，那你的生活能够给自己定出一个目标，那我们就很放心了。小花，你自己要保重，有问题要向家里反映了，不要报喜不报忧。登上一下我们的白米，这是我们第一次复耕的那个田地，让我们的阿公阿嬷更有信心的下一次种更大块的那个田地。好，谢谢你们。其实以现在阶段来讲，应该是说大家农忙之余想要一种放松的团体活动，然后透过这个祭典让大家回来自然的唱出我自己的族语的歌，也会让我觉得返乡来探亲的层面会比较多一点。真的在种田的就没有几户嘛。那要塞机我就这一块钱顾得比较好而已啊。种二期啊，以前不种是因为不可抗拒的那个因素太高了，草啊、鸟啊，会导致二期的收成几乎不到一期的一半。当然是我们是没有试过啊，试过才会知道。那只是说，像说我们试种之后，明年再种二期的时候，就可以想出有什么方式可以跟这些问题来做解决。如果种得好的话，当然是增加收入啊。不好，至少还有一定的量，自己吃也可以啊。现在是拔给天看嘛，对，表示我们有很认真的在工作。我还在台北的时候，就已经想说我到一定年纪之后就要回来部落嘛。选农业的情况之下，是因为刚好公公他们也在做，也做了一段时间，那觉得说，跟着他们的脚步，不应该不会那么的累这样子。结果现在阶段性的累而已啊，对吧？那我们每次在讨论说，下次要怎么改的时候，那对未来又有希望了。我们在撒苦荞，然后因为他很怕水跟怕风，所以我们就特别隆土。一般的话就是打完田就直接撒了。但是我们还蛮希望它能够在这边好好的生长，就是杂粮旱作的那个习性跟水稻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就要再重新去了解它。加油加油！野菜种植，下面种野菜，就是像我们的路桥啊、小米啊，然后就是我们的水稻田嘛。对，其实这些农委会还有民间团体的协助以及帮忙，知道要怎么去合作之后，其实我都很珍惜每一天呢。
像我们这一次林务局的那个产业面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现在要复耕一公顷的土地，土地的利用的那个知识还不懂，就可以问。以前不敢打，我现在都会自动打电话问他说，我需要怎么去做，就专业的土壤的同事打给我。哇，有这些这个四个单位帮我们，真的很好。比较忙了，因为有复耕之后，就大家就很多工作的。喜欢，如果说有增加收入更好啊，所以在努力，就不会去想说，我要到台北干嘛？我先生也投入了部落的工作，所以他决定就关掉他花莲的餐厅，回到部落来帮我。那时候我也吓一跳，说：“哇，那我们家要吃什么啊？”他说：“我们先做看看，反正小孩子也长大了，我们来努力把这个部落活化起来。”所以很开心，大家一起努力的为部落奋斗，这样。锁车可以吗？因为我正拿抢，等下拿不起。我来进货，很高兴这样。上次进黑豆茶，这次米包好了，所以我们就来种米来这边卖这样子。然后倒掉的这次我看老板说希望说我们就是有机的，对，那这个基本上就是符合我们本来种就是没有撒任何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放到这边来卖，我们也都很开心这样子。大家仔细看会看到上面其实是我们的香蕉布的花纹，然后这根线呢其实是我们格马兰族的香蕉丝，部落阿嬷真的用部落的香蕉，就是用很繁复的程序做成的香蕉丝来做这个吊牌的捆线，因为我们很不会设计，还好可以找小花，那的确小花她也是就是念这个本行，那在接触上因为本来就有认识，很多理念也很好沟通，所以说小花也帮我们很多的忙，对，那相关单位也有提供一些补助，很开心，对，太好了。这个平台我是很认同，其实说真的我是很认同，而且看到这么多人来关心这一块，其实我是很开心，有他们在的时候，他可以提供我们更多的资讯跟想法，可能是当初我给这个平台有太大的期待，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只要有他们在一切搞定的那种感觉，到后面来想说，哎，这个不是可以吗？哎，好像还没有，哎，那个什么，好像还没有，也许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因为他们行政流程需要跑，赶快大家合并一起处理事情的那种态度可能需要再等一等，我们没有觉得我们很伟大，我只是觉得我们只是在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只是先锋部队，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社区的伙伴会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不觉得这是很伟大，我觉得伟大的是把这些东西流传下来给我们，然后又在旁边不吝啬的指导我们这些，他们才是比较伟大。我在叙述整个过程里面，我找到了一个关键字，真的就是传承。也许现在我们的走向是哦，先来重视生态，那生计够吃就好了。可是如果说它不是一个在经济上有一种保障，经济上有一种利润，就没有办法制造够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年轻人可以回流。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人是最辛苦，因为你在打底，可是里面过程中奋斗的你们，我觉得是最艰辛，可是你们的收获会是最大的。你们这边越来越开了，他这边越来越窄，越来越开，要多加一道了，中间。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谢谢他，也祝福大家今天都平安顺利，不是今天的你，每天都活出特别的爱，谢谢大家。
心中。